哎，又快来不及了！哎，东西我来拿就好了。你谁啊？哦，代班的。是是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，这几天就由我接送孙小姐。好好好，那姐，先放上去。娜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刚刚那个好像有点问题。不是说 OK 了吗？怎么有问题了呢？好像是收音还是什么？算算算，我自己去问啊。谢谢你啊，孙小姐，很热吧？喝水。 谢谢。冷气会不会开得太强啊？不会，这样刚好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你有要听什么歌，还是我们听广播就好？我想安静一点，谢谢。 你演的戏啊，我每一部都有看哎。哦，谢谢。啊，对，这附近啊有很多好吃的，要不要我带你去逛逛啊？不用啦，收工就回家了。收工就回家。来，快点快点，这颗镜头导演要重拍。啊，快点。 这里你喜欢吗？我精心布置的哎。是对。哦哦对，我帮你把这个戴起来哈、哦。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怕。 对嘛，这样乖乖的多好！啊，你好漂亮，拍照，我拍照给你看啊。 好漂亮啊！哦，对，我们自拍一下啊、哦！看这边啊，明明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哦、哎呀，好漂亮，好漂亮哦你！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、啊？ 怎么了？我是不是？
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一整天没吃哦，肚子饿，肚子饿，我去买给你吃哈。我要吃。乖乖的等我，我马上回来哦。乖乖的等我。